我把我的女朋友带来了，她叫阿豪，我跟她在一起很开心。其实她跟我很像，跟我一样，很讨厌自己的妈妈。你知道我很讨厌你吗？六岁那年，爸爸去世了之后，你就一直忙工作，完全不理我了。直到我十七岁了，我跟你说我喜欢雕刻，我要跟爸爸一样当一位雕刻艺术家，你想都没想就骂我了。骂我为什么要跟爸爸一样当一个没出息的艺术家？我很生气，真的很讨厌你。好啊，既然你说我没用，我就走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三年，所以三年我都不曾回过家见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哇，Kenji，你不搓一下啊？阿
好的脾气跟我妈妈的一样僵硬，这样都被你搞定哦。等一下哦，你不是想阿妈在房间吗？都没有人，不在房间？怎么可能？阿妈今天整天都在房间里面，没有出过来哦。这个时候她应该要煮饭了的哦，不可能没有在家的嘛。好像有点不对路嘞，不如我们出去找找看吧。去KL找找，有什么我电话联络。随便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快回去啊！